麒麟才子得知，可得天下。到底是谁？更离奇的是，他本人虽不会丝毫武功，身旁却聚集了众多高手听服于他，务必赶在太子之前见到此人。这将来的皇位必定是他们其中之一，现放着一个东宫太子，一个齐珠亲王，是想选太子，还是选誉王？我想选你，靖王殿下。